同学呢，每一天呢都会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练习，每到假日的时候呢，都会抽出六个小时以上的练习时间。每一位同学的平均的虎龄呢，都有5年以上的资历。他们的殊荣呢，包含了2017年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组的冠军，还有我们的2019年台中市长杯武术锦标赛团体组的冠军。各位朋友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好帅气哦！帅，女孩，全国冠军，麒麟武术。可以看到我们麒麟武术的同学呢，每一个兵器呢都是花上很多年时间练习。我们电视界前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拿家里的类似的东西来玩，是有它危险性的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不要忘了记得按这里订阅哦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特别的内容，也要记得按这里哦。